Mama told me don't talk to people you haven't met. I guess my mama was right. But it's not cause everybody you meet is dangerous. Fat cause they'll break your...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拿到了$100的 food credit。17楼。Hello, 我们领导酒店了。我们这次住的是旧金山 downtown 的洲际酒店。现在我们去酒店房间。OK, 一进来首先是卫生间，看一下灯。 Hello, 一个淋浴，对，然后这是刚刚他们给我们的$100的一个 food credit, 就可以用在 room service 还有他们的 bar 和餐厅。好，我们来看一下房间。哎，这已经是 upgrade 到 king bed。对面是 Bloomingdale's, 对，这次给我们的是17层，它这幢楼一共有26层。 OK, 我们现在已经 check in 酒店了，然后现在是12:20，我们一会儿就准备去吃午餐啦。我们这次就选择圣诞节没有出远门，但是订了来旧金山 downtown 的酒店，想说正好可以体验一下。 OK, 我们现在准备去吃午餐啦。今天穿的超厚，还穿了一个围巾在里面，因为感觉旧金山比较冷。我们现在等 Uber 去餐厅。我现在马上就到餐厅啦。I've got an internet crush. She's not a celebrity, but she's taken. So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Can't take the hint and give up.Thank you. Okay, cool. 超级推荐我们刚刚吃的这家餐厅。现在要走去 Fifth Avenue 买东西。摔炮，摔炮不叫甩炮，什么叫甩炮？还有呲花，放点棍。哎，这个我小时候好像玩过 ，exactly、哦、一样的。就是这个，我现在是在穿过 Chinatown, 所以有很多这种中餐啊、港式啊。Tony's ice water for me.我们现在站在 Saks Fifth Avenue 上面，可以看到对面这个梅西，超漂亮，晚上应该会更好看。遇到了游行的人。小心啊，我们现在穿越这方了。哇，你看警察和他们就两边排对立耶，好吓人啊，我们赶快走。哇，全是警车，太吓人了。他们从 Union Square 走过来了，真的没有想到在圣诞节遇到了这样子的游行。哇，好多好多警察。就这家餐厅据说是湾区最好吃的拉面店，但它旁边我们走过来就是流浪汉问题很严重，但是因为今天好像有就是游行的问题，所以门口全是警察，所以反而特别安全。我现在4:15我们就进来了，然后就刚刚好又是最后两个就是靠吧台的就是
种味。我点的是 spicy 的拉面，然后小汤的是原味，他们这边都是鸡汤的，就是跟普通的那种猪骨底不一样。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小特色吧，炸金针菇。哎，这个是炸牛排哎，好像。它这个面是这种比较粗的面，然后汤底非常浓。我们现在要去这里看 Broadway show。 不是 Broadway show 吧？它是啊，不是吗？叫 Christmas Carol， 圣诞颂歌。我们是昨天晚上才想到要买票，所以位置不是特别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完这个 Christmas Carol 了，它其实是一个话剧，并不是一个音乐剧，所以我之前理解错了。对，然后我们现在走回酒店，可能会 stop by 一个吃夜宵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吧。我们叫了一个 room service， 我可以打开吗？可以啊。哒哒。都哦 ，nice， 叫了一个 crazy wing， 因为实在是有点饿。嘿嘿。开心。哦，哇，你觉得好吃吗？好不错。那我们就一边吃这个夜宵，一边结束今天的 vlog， 明天见。我今天头发弄得实在是太成功了，用直板夹直接夹出了这种很自然的弧度，超级喜欢。我们现在要出门吃 brunch 了，今天约了一个住在旧金山里面的朋友，好像上次见面已经大概是2年前了，就是虽然都住在湾区，但就是来三番相聚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那我们一会儿就出门啦。实在是太满意我今天的这个头发了。我刚吃完了 brunch， 非常好吃，是一家像菲律宾餐厅的 brunch， 对，口味还蛮有趣的。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 Fisherman Wharf 附近，但是我们准备先去坐叮叮车，就是那种旧金山 downtown 那种很 traditional 的那种小电车是吧？ cable car。哇，这个好可爱！人力推车，你想不想坐这个？我不敢坐。对，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先去坐 cable car， 然后坐完 cable car 可能再去 Fisherman Wharf 转一转。我们刚刚在这里找到了叮叮车的站台，就在这个后面。对。那我们准备现在先去渔人码头逛一下，听说那边会有很多圣诞气息的装饰之类的，所以我们准备先去渔人码头逛一下，然后晚一点再乘叮叮车回酒店附近。Holding no pride, no holding no pride.
That's my buddy, sour patch。这个会好喝吗？这么大一个，我想要这个 marshmallow stick， 买了一个 marshmallow stick with chocolate cover and sprinkles。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叮叮车的终点来坐叮叮车，然后他那个买票的机器坏了，所以小汤现在在这个手机上买票，单程一个人是8块钱。这里是排队的人，现在有两辆在那边等，这个还要人力推过去啊。我们现在已经坐上叮叮车啦，我们在这个靠迎接的这个没有人要坐在里面这个位置，全都是坐在我们这个可以自由上下车的地方。来吃晚餐，我们现在要去6楼的这家 Empress by Boom。 我们来太早了，现在在这里坐一下，也好漂亮。我们点的鸡尾酒已经来了，你又入境了。 Cheer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好可爱哦，两个小鱼。这个汤是酸辣汤，好辣哦，好好吃哦。这个是乳鸽，下面是豆腐，这个是一道龙虾。现在上 main course， 豆角、东坡肉，还有一个炒饭。Egg yolk and turnip on the top was egg white with fried shallots。然后里面是西柚，好像加菠萝。我们现在吃完晚餐出来了，背后是 Chinatown， 超多灯笼，很有新年的氛围。走漏了，我们现在要 check out 酒店喽。今天头发果然没有昨天弄得好。圣诞节的大中午，今天很多地方都不开门，我们准备先走去 Union Square 看一下。很多人在这里坐叮叮车。我们现在走去 Chinatown 吃中午餐。Look at those famous universities, including Monster University.这个爬坡太累了。进来一家川菜馆，我一直想吃的。好大一盆毛血旺啊！好像上次我跟我爸妈来，10年前来也有一点毛血旺哎。
自己的尖椒鸡。哇，这个毛血旺太好吃了，我吃过最好吃的毛血旺。它这个小炒肉是和这个酱豆一起。都几耐？都个半钟到两个钟。半个哦。个半钟到两个钟。系啊。哦，好烫。两个蛋挞，仲有其他吗？就咁多，同埋再攞一个叉烧酥啊！两个蛋挞叉烧酥，这个芋头酥，芋饺，炸芋饺。那把那两个蛋挞先吃了吧。好的，我们就结束啦，三番之旅结束，拜拜，拜拜。